今天啊，我要带你去我的故乡南方啊！耶，太棒了！我要准备一些小点心、小鱼、小虾、小鱿鱼，只要是小的我都爱吃。好了，出发！咦，花爷爷呢？南方啊，在这边。哦吼，青鱼，灵活的石。纵横在大海汪洋的怀抱，死后葬身在我们贪婪的肚子里。你如果有灵，知道我们诚心改变就安息吧。如果人还是贪得无厌，可别再投胎成青鱼呀。花阿姨、花姐姐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南方澳是我故乡，因为这里的海有好多好吃的，小鱼、小虾、小鱿鱼，好多浮游生物。明年二三月我们就要生宝宝了，当然要多吃些。什么？姐姐，你们才几岁就要生了？还不是因为人类一直诅咒我们，为了家族生存下去，我们年纪轻轻就要赶快生。以前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人类都是用钓抓的方式来钓，钓的不多，我们可以安心长大。现在啊，人类利用撒卡后的方式。难怪爷爷你们都长得比较大，我们都还来不及长大就要被捕了。那渔夫他们抓到的，不就是越来越小了吗？赶快电灯、鱼饵、驱光器，等一下鱼就会过来了。来了来了，拉网拉网！花花，爷爷！花花，爷爷！哦耶，大丰收，可以吃鱼大餐了！呜呼，青鱼，我活在大海怀抱里，现在就要葬身在你们的肚。早知道我就不要跟好朋友白白吵架了。三天前，我身高比你高，哪有我体重比你重。我很营养，我丰富的蛋白质、钙质、维生素 B。 我也有啊，只要吃了我就可以降血压、减缓癌细胞生长、清血、抗氧化，还可以让你拥有好视力。我吃我肚子好痛啊。谁？我帮你照 X 光检查。好痛好痛，你看看，这是你的鱼骨，这里中间没鱼刺的地方就是你的内脏，这个是你的肚脐下方，要有鱼刺保护内脏，其他鱼刺都往尾巴尾鳍的方向长。想吃鱼肉的时候就要拿出筷子，顺着鱼骨夹鱼肉吃啊啊啊啊，自投罗网。三天后，哦耶，看得我食指大动，那要怎么吃啊？喝了果汁也还是痛。上次我卡到鱼刺，还去耳鼻喉科看医生。让我来教你们吃鱼的四大妙招吧。一、洗手柄。